بسم الله الرحمن الرحيم زوج زو ش زون جا غو جا ه ش تي دا زرن ني تشي زان سون شوان غو اي ان لا جون ش ج دا جو ان لا زاي كو لن سين جون شو ني بو ياو زاي دي فان شان بان نون ش في ان لا تشي ش ش بو اي بان نون ش في ج و جيان جون وان نو في جو يو ان لا独一无二。我先生穆罕默德是安拉的仆人，以其施舍，求安拉赐福于他以其家人，以及所有圣门弟子和跟随他们的众人，直到报应日。作恶是一种消极现象，会浪费个人和国家的精力，是见识和发展道路，涉嫌是和发展道路上的主要障碍。因此，所有电器宗教都严厉警告各种信息的作恶。古兰经中，以前是萨勒和日高说道，不要在地方上为非作歹。古兰经中以前是说爱不是高说道，你们不要克扣他人所赢得的财物。你们不要在地方上为非作歹，卖弄是非。古兰经中以前是穆萨日高说道，你们不要遵循作恶者的道路。安拉说，你们不要在地方上为非作歹。穆神说，日语寻求入戏服从伊曼姆，愿相信爱之物帮助半路，避免犯作惹则大不论水火行己为报酬，惹于作恶行为，其形式多种多样，都属于犯罪者。其中包括侵吞公共财产、不忠实履行工作日子、贿赂和欺诈，这都属于借惹辱而侵蚀别人的财产。人如安拉所说，你们不要以杀戮而侵蚀别人的财产。穆神说，安拉诅咒行贿者和受贿者，又说无理挥霍安拉的财物的人在复生日将得到火雨，又说非法所得滋养的身体之人活矣，又说欺骗我们者不入我们的教保。毫无疑问，组织作恶是遵守国家和社区的责任，遵守责任需要克制自我，因为安拉是克制自我方面最重要的一处。安拉说，他是与你们同在的，他是监察你们的行为的，又说安拉确实监视你们的。我们应当把信誉诚实和履行诺言融在我们的心中，真正的行事是善良的，而不是作恶者。正如安拉所说，难道我是行道而且行善者，像在地方作恶者一样吗？难道我是敬畏者，像放肆的人一样吗？为祖国的责任需要懂得祖国的节日，日时将是强大的国家最重要的支柱之一，也是荣誉祖国和保护他的财富的最
最重要的是说事实。祖国的责任你需要承担起对公共事实和公共财产的责任，在整个社会范围内传播诚信和透明的文化。按来言，李金高做恶事，他们将遭受痛苦的刑罚。正如安拉所说，敌对安拉和事实，而且扰乱敌方的人，他们的报酬只是处以死刑或钉死在十字架上，或把手脚交互如我割去，或驱逐出境，这是他们在定时所受的凌辱。他们在后世将受重大的刑罚。我说了以上这些，求安拉饶恕我和你们。一切赞颂全归安拉，各位穆斯林，社会责任需要传播拒绝作恶的总体文化，警告作恶对整个社会的危险性。日是通过慈济宗教机构、传媒机构和教育机构的作用。安拉说，在你们之前失去的各时代中，有的是为何不禁止众人在地方上作恶，但他们中我所拯救的少数人除外，不义的人们追随他们所享受的豪华生活，他们是犯罪的人。又说，你的主不是为部分人迷信而毁灭那些世人，而多数愚民是善良的。我们绝不要包庇触犯安拉法度的作恶者。为了揭露各种作恶行为，我们应该与有关机构合作，这些行为都会带来社会的稳定。穆圣说，执行安拉法度的人与触犯安拉法度的人，犹如一伙人同乘一辆船，他们左右决定一部分人入上层，另一部分入下层。入在下层的人如果想去说，就得通过上层，他们嫌麻烦，说要是又在我们下面找个东西水该多好。又不妨碍上面的人，如果上面的人任其所为，那么所有的人都会遭殃。如果他们加以阻止，不但他们得救，而且所有的人都会得救。求安拉保佑埃及、他的人们和所有穆斯林国家，并祈求安拉保佑埃及免于各种患难。